家看没看过七 D 影院，今天带大家去体验一下。柠檬，别玩了，走了。来来，我先看看里面什么样。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晕！我都不敢进，我怕晕。快走，快走，走进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晕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，晕不晕啊？我现在都找不清方向了，花里胡哨的。出口在哪呢？出口。出口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哎呀！真好看啊！你不是不晕车吗？走，我拉着你。哎，你走前面，这边是啥？迷宫啊！怎么走啊？你不要乱跑！这边能走，能不能走？我的天！哎呦！走了。这哎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我天！这个是用手摸的。那个找不清头了啊！哎哎，回来。柠檬把头给碰了，我给你表演一下柠檬刚才怎么碰的头啊！不怪柠檬找不清头，你们看看，谁也找不清啊！我的天，我光看着都晕。慢点啊！哎，我的天哪，这容易碰脑袋。这里，都过来，都过来。我的天，到哪了？我的天！哦，好晕！现在两百斤的大胖子，我坐着也晕了。柠檬好不好玩？哇！哦！好像在开车一样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也晕了。这个是过山车。干啥呢你？哇！柠檬，吓不吓人？柠檬，你看看你妈。前面还有个时空隧道，走。哇！这个厉害啊！我天哪！哎，晕了！哦，你睁开眼，你睁开眼！我的天哪，这个谁也受不了，你们看看！哎呦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啊！哎，这个快吐了，这一个！再跑一遍，哇，这里太浪漫了！给我拿个袋子去。别闹了，快走吧！这里多浪漫呀，来浪漫一下。好。走啊，小心碰脑袋！快走，快走！这里就是最容易撞头，刚才柠檬都撞破了。先让我过去。这是玻璃，是玻璃，这也是玻璃。是骨头，没碰头。没碰头。是骨头。不对，不对，这不是出口，错了。晕了，出不去了。第一次怎么走的呀？忘了。这一次怎么出不去了？找到出口了。哦，就转回来了。走，柠檬。晕不晕啊？我也不晕，晕。我走了。你不晕，我晕了。快走，快走。哦。哎呦，周主任不行了，你看，拖着过来的。哎呦！救命呀！哎，撞到人了。妈太厉害了，人家都没睁过眼。晕车的朋友真是玩不了这个，不过今天感觉太不划算了，400块钱我们七个人每一分钟就赚出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。这还有一个海底隧道，进来看一下。这有个海龟卡住了。哇，它卡住了。你看。哇，
怎么这样看的也晕呢？你得了吧你啥也别玩了，你走吧你。